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21年6月28日晚，一场激情澎湃的情景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在国家体育场盛大举行。大气磅礴的舞蹈，经久不衰的旋律，我手里捧着的是共产党宣言，苦难的中国需要它。声情并茂的朗诵，绘就了一幅幅恢宏壮美的时代画卷，将中国共产党气壮山河的百年历史呈现眼前。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艺术与精神的交融升华，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激荡起奋进的力量。透过这场盛世光影，人们看到了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新高度，更领略了中国精神达到的新高度。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生机勃勃。下一站天安门东，前方我们即将看到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位于天安门。2021年5月1日一大早，国家博物馆就迎来了大批游客前来参观。这一年的五一长假，几乎所有的博物馆和文化场所都出现了爆满现象。审美的需求，艺术的享受，心灵的陶冶，精神的富有，已经成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十三五期间，全国博物馆数量由4692家增至5788家，平均每2天就有一家博物馆建成开放。博物馆年度参观人数由7亿人次猛增至12亿人次，平均每年增加1亿人次。随着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新需求不断增长，近年来我国文化事业快速发展，一批重大文化工程相继实施。2022年7月23日，被誉为中华文明种子基因库的中国国家版本馆落成。由一总三分组成的版本馆内，典藏2360余万册件珍贵版本，集古今文化之大成。这项传世工程，让文化典籍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成为更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的闪亮坐标。书籍版本是文化的载体，阅读让人的精神世界更丰富，书香使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蔚然成风。全国各地网红书店、图书馆，用颜值和内涵打动了读者。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蓬勃开展，阅读内容丰富优质，
阅读方式日新月异。好了，小伙伴们，现在是晚上8点，我要带你们夜游洛阳城。近年来，各种文化新业态、新模式，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发展起来。文化供给从内容到形式越来越丰富，文化产品从格调到品味越来越高，人们在不断加快的社会节奏中，享受着愉悦身心的文化生活。然而，这种状况并非一直如此。曾几何时，各种非主流价值观念滋生潜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严重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一度出现被动的局面。面对纷繁复杂、斗争尖锐的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正本清源入手，从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着力，力破并举，激浊扬清，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2013年8月19日，党中央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随后，文艺工作、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等座谈会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相继召开。在这些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都发表了重要讲话，就意识形态领域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战略性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廓清理论是非，校正工作导向，提出明确要求，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根本性、全局性转变，向上向好态势不断巩固发展。互联网的发明深刻改变着人类的思维、生产、生活和学习方式，同时随着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广泛普及，互联网日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系列网络专项整治行动展开，从批驳错误思潮到整治不良大 V，从依法集中查处违法网站和网络账号，整治网络直播平台，到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网络空间日渐清朗。开展意识形态斗争，既要破，更要立。正确的东西立起来了，错误的东西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2019年初，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一上线，就成为爆款。截至2022年8月，学习强国注册用户总数已经超过2.86亿人，日阅读量保持在8至10亿人次。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把学习强国作为学理论、悟思想的加油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巨大成功和这个辉煌成就，它最根本的一条原因就是我们始终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随着网上正能量越来越强劲，越来越多的思政课教师、基层宣讲员走红网络，他们传递的好声音在云端吵起来、火起来，一个个专家学者主动走进网络，解疑释惑，息事明理，正能量满满，应声者云集。还有无数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抵制不良信息，传扬文明新风，守护网络空间的绿水青山。
网上网下同心圆越来越大，主流价值不断涵养壮大。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拉紧团结奋进的精神纽带，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社会和谐稳定，关乎人民幸福安康。今天我们站在天安门广场，紧贴着祖国的心房。今天我们歌颂人民英雄的荣光，见证如他们所愿的梦想。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重大的庆典，庄严的仪式，直接反映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风貌，最能激发人民内心深处的价值情怀。近年来，一系列大型庆祝活动成功举办，盛大庄严，气势恢宏，礼序乾坤，乐和天地。这些庆祝活动直击心灵，极大提升了广大干部群众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热情，有力增强了全社会的价值认同感和归属感。70多年前，我们一共是19万多名志愿军战士，把青春和生命留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这些人我们不应该忘掉他们。邱少云，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我们的战士牺牲掉以后，只能是就地掩埋，运不回来啊，同学们。忠魂不泯，浩气长存。从2014年到2022年，先后有9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祖国用最高礼遇迎接英烈魂归故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爱国主义展现出跨越时空的强大精神力量。让我们2014年8月31日，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201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开始实行，尊崇英烈、捍卫英烈有了更为完善的法律保障。红色基因、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更续绵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使全体人民通过软要求和硬约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制度保障，也需要榜样引领。我承诺了资助贫困孩子每月500元，要节约不必要的开支，一定要认真执行。这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龚全珍老阿姨写在日记中的话。1957年，龚全珍跟随丈夫回到江西省莲花县方楼乡延背村，为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光和热。半个世纪过去了，老阿姨艰苦奋斗过来，现在仍然在抚养这种精神，而看到呢，她又被选为全国道德模范，出席我们今天的会议，我感到很欣慰。就是要把这样一种革命传统精神啊弘扬下去，
不仅我们这一代人要传承，我们的下一代也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向老阿姨表示致敬。身上沾多少苦，情深在苦途。一批批时代楷模，最美人物，于敏、申纪兰、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等，一个个响亮的名字，一座座不朽的丰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全社会崇尚楷模、见贤思齐的氛围日益浓厚。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等宣传阵地，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融入到千家万户日常生活中，灌注到各行各业的工作岗位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大生命力和感召力，在人民群众的自觉践行中不断得以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习近平总书记在曲阜考察时语重心长地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洋气地予以继承。这为我们在新时代更续中华文脉、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我有呀，什么？哎呀呀呀！贴的黄金，黄金，这个花真漂亮啊！我和程先把这个他提了，提了后，然后咱们把这个加固一下。哎呀，这个好呀！复原出来，就非常漂亮的一个东西。美丽州畔旷世悠悠，莫角山侧文明延绵。浙江余杭良渚遗址，一座美丽的水中之州。考古学家在这里探寻中华文明的初始印记。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引发了全社会关注。进入新时代，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物保护工程、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和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深入实施。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书写了新的篇章。我们的传统文化呢，还要有一个这个创造性转变和创新性发展。我们谈孔子也好，谈孟子也好，谈老子也好，谈墨子也好，我们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让我们今天的这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有自己的更丰厚的精神资源。十年来，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相继出台一系列指导文件和扶持政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洛神水赋的水中飞天，唐宫夜宴的衣袂翩跹，只此青绿的丹青意韵，演绎了中华文明的绝代风流。近年来，文博热火爆，文创风劲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力迸发。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定格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了起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深扎根中华沃土，因代代传承而生生不息，因时时发展而灼灼其华。接下来进入王恒毅的横扫千军。免贵姓刘，玄都观里桃仙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免贵姓杨，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免贵姓王，八骏日行三万里，牧王何事不重来。免贵姓黄，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免贵姓静，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免贵姓康，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日之中国，人民群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不断高涨，电视节目《中国诗词大会》广受青睐。千涛万漉虽辛苦，淬尽狂沙始到金。这句诗是雷海为人生的真实写照，也是千万个追梦人的座右铭。在奔波劳累之余，他们徜徉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诗海，追寻着内心深处的诗和远方。这些拼搏奋斗的感人故事，点亮人们的梦想，引发人们对美好的向往，更激励着新时代文化文艺的创新创造。明天照相馆是最后一天上班，都穿得干干净净的，谁也不许迟到啊，知道了吗？2022年春节，改编自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人世间》的同名电视剧播出后，随即成为文化领域的现象级文化产品。这几年，《千峰记》《北上》《主角》《鹦鹉兄》等一批文学力作，《乡村国事》《靠山》等一批报告文学脱颖而出，激发广泛情感共鸣。电影《战狼》《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电视剧《大决战》《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山海情》等一批既叫好又叫座的优秀作品相继问世。奋斗吧，中华儿女！我们的40年等重大主题文艺活动，引起社会热烈反响，为人民放歌，为时代铸魂，文艺为人民奉献了越来越丰富的精神食粮，生动呈现了新时代的精神气象。你一边待着，我收拾完他们了。这些文艺作品不仅获得中国受众青睐，也得到了海外人士的喜爱。
2022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一场中华风韵音乐会在奥地利萨尔茨堡的莫扎特剧院奏响，为观众带来一场充满东方魅力的音乐盛宴。一部部中国音乐经典及其融合东西方元素的现代表达，令外国观众陶醉其中。新时代，我们以自信开放的姿态，以兼收并蓄的态度，不断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从临川四梦到仲夏夜之梦，在16到17世纪的东西方，屹立着两位以戏剧创作著称的文学巨匠，一位是中国的汤显祖，一位是英国的莎士比亚。两人出生于同一个时代，代表着不同的文明。400多年后，他们演绎出隔空对话的佳话，成为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桥梁。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越来越快，当代中国的形象正在世界上不断闪亮起来。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今天，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以雍容典雅的风姿巍然耸立。奋进新时代，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持而不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必将更加美好，中华文化的时代风采必将光耀世界。